发动机啊，电瓶没电了，打不着了，啊，海上救援的来了，这就是海上救援的，啊，他这个船呢，准备靠我们这个船靠进来，但是呢，啊，这个风浪太大了，太大了。这个他的开船技术要非常的高，啊，要靠近了，我们要手抓住，哇，非常的危险啊！因为那个浪，两边的我们这船在浪低谷，他在浪高谷，所以非常危险。首先呢，真实记录，发动机打不着的话，就打电话救援船就到了，太危险。真的太危险，浪太大，准备靠了两侧哈，因为太危险，所以就没有再继续往上靠。啊，现在救援人员看一下从哪边靠上来的，这个相当危险，好像浪稍微小了一点，他们在趁着小的时候用这个间隙靠上来。第二次又失败了，又要重新来，非常的危险，两船硬碰硬啊，所以他要靠过来，这个要全部凭技术和经验。他这边捆了两个防撞的这个球啊，他要从这个靠。把这个绳子哈，通过已经通过来了，非常的危险，绳子已经接到了，绳子扔过来，我们也接到了，现在小心点，哎，把绳子拉紧一点，别卷在它的发动机里。他现在把绳子捆在他的船上了，我们这他已经捆上了，这个蓝色的绳子好危险。那谁，你们要收绳子，这个绳子别卷他发动机里。哎，你要收绳子，别卷在发动机里。我们现在先把这锚啊给拉上来，因为是电动的，现在不敢用，用绳子去拉。好的，我们把他扔过来的蓝色绳子给接住，这等于千载难逢了这么一次，实际上都是这样操作的。两个人就千万要拉着，这是救援船。
炮是非常厉害。将他们信给递过来啊，但是呢浪太大，根本没法靠近我们，所以现在只有采用。哇，好危险啊！这个这边的船老大在注意他开船的方向，这哥们也挺紧张的。包括我们发动机的声音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小心，小心，哎，躲开红色的，这是很危险的一个标志。拉断了那个柱，他放到这儿，再继续慢慢的拉。哥几个今天见了世面了啊，这个。这不是演习啊，实战这样子是啊。
那是共患难的四位三位兄弟啊。国旗迎风飘扬，我们经受了一次考验啊。美国的服务还是正好，打电话就来了。咱在前面继续前进，慢慢的，真的很危险，今天风特别大。换了一个地方，把绳子又捆好了，一会儿到避风港里就好了。你看没有，给转过去就完了。我们想给他一个小费，这是难得了。Thank you, bye.